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很抱歉哈，这个上课的时间跟大家又有改变因为前一阵子在澳洲，那现在已经。承德人呢是回到马来西亚，所以我们调整这个时间，来上课那我们今天呢进入《弟子规》的经文，那我们从事教学呀。对于教学，孰轻孰重我们办事呢，要抓住轻重缓急同样的，我们教学，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也得抓住我们不能变成呢，舍本逐末。本末倒置的教育了，所以老师对于教育的认知高度决定了他孩子受用的程度。老师只看眼前，只看分数，那学生也是短视近利了。我自己第一年当班主任我也是见缝插针在讲课的时候这个在台湾做班主任有个好处包班的又教国文又教数学好几科都是我教的，我可以见缝插针把传统文化五伦八德加进去。我记得当时候我正在讲德育故事有一个学生戴着一个眼镜他近视很重然后呢，就突然讲了：“老师啊，你讲这些，考试又不会考。”当时候我是。没有什么很受伤但是就是说，你看这个学生，他学习他都专注在哪里？考试上了，他人生的考虑就是考试。这些古人的风范唤不起他的感动了。教育的根本我们要找到心是根本知其心，然后可以救其思这个《礼记》《学记》很精辟我们教育界的同仁都应该深入这一篇教诲。最近也听到有人谈教育的时候，说这个东西方教育不同。有一个留学生他就提到了，
他到英国去留学，不习惯。以前学习呀，就是老师教什么我就记什么。结果到了英国留学，老师都是启发他，问他，他一下不会思考了，调不过来了。我们说频道啊，一下子转不过来其实啊，这个是冤枉老祖宗了。东方的教育啊，应该是以《礼记》《学记》为标准。孔子说的“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好，这个是《礼记·学记》里面讲的，应该也是传承于孔子的。所以，东方的教育是强调德行、强调悟性的启发。怎么什么时候变成灌输式的教育了呢？这个不是让我们的祖先背了一个大黑锅吗？你看孔子跟学生的应对，子路问强，孔子马上问他：“你是要问南方之强，还是北方之强，还是你自己的强啊？”都有互动的。你看子张问：“事如师，可谓之达也呀。”一个读书人怎样才叫通达呢？孔子问：“那你觉得什么才是答？”子张就把他的想法讲出来了：“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孔子说：“你这个是闻，不是答。”都把学生内心的想法给问出来了，才能应机给他说法。不是一直惯的，你没看到孔子好多书里面记载，都问学生何个言而志？大家讲啊，志向是什么？小老师，你议论一定以后要给我做什么？就是一种灌输的啊，你非得给我考医科不可。你看父母都是这种。硬强迫的，这孔子是至圣先师啊，我们当老师以他为榜样的，所以《礼记·学记》讲的，教育是导而弗迁呐，引导他，不是硬拉着他的鼻子走。强而弗抑，强是鼓励他，激励他，不要否定他。我们言语当中常常否定学生呢，这对他的伤害是很大的。老师他这么崇敬了，你一否定他，就没信心了。开而弗达，开是启发啊，弗达就是不是给他都讲完了，都没给他感受思考的空间。导而弗迁则和啊，你不是硬拉他，师生的感觉都很和乐啊。你循循善诱引人入胜啊，导而弗迁那你的学生回到家里跟父母讲，我最喜欢我们老师讲故事了，那你就引人入胜了，强而弗抑则抑，
你鼓励他，肯定他，不否定他，他就很有信心嘛，很受鼓舞嘛，他学的就容易了，学的很起劲啊。开而辅达则师，启发他，不是灌输他，他才懂得思维、考虑嘛。这是何益以师的教学法了。那我们教学什么是大根大本？什么会影响孩子一生？这是我们当老师的要考虑的承德成长的背景身边的长辈过半数都是老师这也是很特别我父母都是台南师专毕业的。我二婶国中老师我二叔国中老师，二婶小学老师，三婶也是师范毕业的，我姑姑小学老师，姑丈大学教书，我姐姐也是师范大学毕业，我的表姐也是师范大学毕业的。所以身边都是教育界的，所以后来我就有一个心愿呢，希望能回馈教育界，也让我体会到，人有善愿，天必从之。佛家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是自己的一个心愿，就觉得，为教育界做点事，结果好像是2013年左右吧，就有一个机会受南京传统文化教育中心邀请。去给100多位校长跟幼儿园园长讲学给了6个小时，4节课后来我就想，跟他们讲什么呢？就想到一个题目叫做孩子一生的贵人。我们当老师的要考虑他一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看，假如我们引导孩子，就是他只重视他的考试，这个孩子很早就会出现人际关系的问题。你没教他，他也不重视。跟同学相处出问题了，可能跟父母相处也会出问题了。等到他出问题的时候，你才教，你才引导，有点慢当然，亡羊补牢犹未晚矣所以。我们自己也是从这整个求学过程走过来面对那个考试成绩耿耿于怀，得失心特别重，这对自己的心灵影响都很大。我记得。老师也会讲这些千古文章
岳阳楼记也教过啊，讲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能这一句话也有磁场吧，我们听的时候，好像有感受到一点的正气啊，浩然正气，突然老师下一句话说，背起来会考2分，哇，一下，那个感觉不见了。哦，所以老师不能看这么浅呢。所以要考虑孩子的一生。那这个题目呢，可能是佛菩萨祖先加持啊。当时候我就有个灵感，我说做孩子一生的贵人，请问什么时候做啊？随时随地呀，你在孩子的面前一举手一投足，学生都看在眼里呢。所以这个"做"字就有味道了。你说啊，我离开学生了，我终于可以 relax 一下啊，可以放松一下了。其实啊，我们下了讲台啊。言行都不按照《弟子规》，不按照经典了。你真的到了学校要装啊，我看也会露馅的。应该台上台下是一，不是二。不然啊，台上台下不一样，很累的。要进教室以前深呼吸。我得装一下了。哇，那多累啊！我们得言行中性，表里相应啊。我们得落实《无量寿经》的教诲啊。这个能不能往生呢？师长老人家有说了，《无量寿经》呢，就是人生的剧本。能做到100%上品上生，做到90%上品终身，以此类推，下品下生呢也要做到20%，所以诸位老师，往生是大事啊，净土为归这个不归到极乐世界去，问题没解决了。我们要离旧净苦啊，得旧净乐啊，只有这条路可以走了。横出三界啊，靠阿弥陀佛48愿加持了，靠我们自己要断见思烦恼很难大家可能不难了，我不是这个根性了我得死心塌地啊。念佛求生净土了，所以这个虽然我们现在有家庭的缘，有工作的缘分，但是可不能忘记这件事哦。而且我们在家庭跟工作当中所做一切，都没有离开求生净土，离开了，那可能我们所做哪怕是善、好事都是轮回的善业。可是我们所做一切好事我们都是所有善根熏心回向，愿生极乐。那这个跟18愿相应了，你不求世间的果报那这个就是功德了，是正住，正修是念佛，住修是断恶修善积功德的，就变成住修了。
可是你有求，不是心心回向极乐世界，你有求果报了，那所做一切翻转成轮回的善业，轮回哦。我们已经闻佛法了哦，此生不将今生度啊，更待何时度此生呢？所以净土为归啊，不能忘了哦。随忙随显不离弥陀名号，顺境逆境。不忘往生西方哦，我们有这样的心境啊，我们就不会陷在家庭跟工作里面了。这个脑子是很清醒的，我是要积功累德的，我不能发脾气把我的功德都烧掉了。哎，那师长指导我们呢？无量寿经啊，是我们人生的剧本。我们到了学校去啊，哎，哪几句呀、啊，在教学现况当中最容易用上的无量寿经的句子要写下来了。啊，忍辱如地，一切平等。啊，平等心啊，对待所有的学生。啊，不用爱憎的心。善护口业，不讥他过。善护身业，不施律仪。我们一言一行呢，给学生做榜样。言谈当中不要怨天，不要尤人，不要批评他人。哎，我们成长过程呢，受的影响不小。都会产生疑惑啊！比方说初中念国中的时候，哎，老师啊，哎，赞叹政府；上了高中呢，有老师批评政府，我们头脑都晕了。要引导学生呢，多看光明面呐、啊，隐恶扬善呐、啊，恶恶扬善呐、不要给孩子的人格造成偏颇啊！啊，年纪轻轻，这个老师一引导，常常很容易批评时事啊，这个对他们不好。我们自己人生走过来的路啊，我们都要引以为戒呀、啊。自身也好，我们所看到，其实我们的人生已经经历好多事了。我们静静想想，会得到很多启发、所以《无量寿经》经句里面，在教学现场常常会相关的，把它抄下来。每一次要出门前看一看，印象深刻一进入班级里面呢，都能提得起来了。哦，那我们的教学就是转无量寿经了，一转经典呢，这些教学功德无量啊。哦，那刚好跟这些校长、幼儿园园长分享这个题目，住什么时候住啊？孩子，谁是孩子啊？想到所有的学生呢？把所有的学生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啊，
坐之轻呢、而且啊，我们教的学生呢、以后他们要为人父母嘞，你把他们教好了，他会教育好他的下一代啊。老师这个行业跟商业啊，一般的商业不同。商业啊，买卖啊，你想吃个什么，给你一顿吃的。可是教育啊，这个影响面很深很远呐。你把一个学生的价值观教正确了，他子子孙孙都受益啊。假如你教了这个学生当了教育部长呢？诸位老师，你可不能下一个念头，不可能。哎，你有这个愿心啊，祖先会加持的，说不定就派给你教了。感应不思议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我们的学生里面可能有福报当官的。做大企业家的，他的价值观正确的，他一定会用在他的工作上。那又要有多少人受用啊？你教的学生里面又有当老师的，那传你的衣钵嘞，他又要教很多学生呢。所以当老师是有福报的。可以积功，积大功，累大德啊！好，而且呢，对自己的受用最大，教学相长啊！承德刚教书，看着那35双眼睛呢，随时盯着你啊！你讲的话一出去，他们就记住了。你自己要更鞭策自己啊，不然到时候啊，看看你做的时候，老师，你上次跟我们讲什么了？你怎么这么做？我那就可能要挖个洞钻进去真的是学而后知不足啊。教而后知困啊，知不足而后能自反也，知困而后能自强也。所谓教学相长也。那这个做孩子啊，一生你就要以。他一生呢，去考虑了，你能以他一生来考虑啊，那这一位老师一定是这个学生的贵人。我自己回想啊，初中的时候，一位理化老师啊，女老师咯，她教理化的时候，也会。讲一点做人的道理，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人不能有傲气呀，可是不能没有骨气呀。这句话我听一次，我就没有再忘记过了。你看，老师发自肺腑的言语啊，会触动孩子的善根呢。我第3年教书教到四大天王当时候课程当中也都会讲一些林则徐啊、范仲淹的故事其实我当时候讲的时候我心里还有嘀咕呢，
说讲这些到底他们有没有记住啊？有没有当回事啊？自己还有这个嘀咕，可能呢是有感应了啊，我把他们送出去了。6年级毕业了，送出去了，回到教室了，就看到，有一个桌上放了一个笔记本，我也纳闷了，哎，刚刚明明送他们出去也没看到东西呀，怎么还有一本就刚好放在桌上，这么明显呢？我就走过去一翻，一个女学生的笔记本呢。一翻开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哎，我们讲的那些故事啊，孩子都记在上面了。我当时真的是很感动啊。现在想想，说不定他是佛菩萨再来。看我们好不容易。发了点心啊，要从事教育，来鼓励我的。现在想想啊，确实有不少巧合的事情了。不过这个也是推断啊，得往生极乐世界才知道了啊。所以有好多事想要知道，所以一定要往生。我都会搞清楚、搞明白了。好，那我们今天啊进入经文了，所以刚刚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就是佛事门中啊，真的是有求必应的。我还有几个愿求啊，都满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上大学。遇到学长跟我说 "University 啊，有你玩4年了，最宝贵的4年就挥霍掉了，非常的遗憾啊。后来遇到佛法，佛法说转烦恼为菩提啊，要会转啊，化悲愤为力量啊，因为那4年已经回不来了，一转啊，变成一种力量。哎，有机会多跟大学生讲讲传统文化，尤其是刚要入学前，这是一个机会教育点，胜于始，胜于开始。他假如一开始，学校给他办3天7天传统文化课程。我相信很多学生的善根呢会被唤醒。依承德自己的人生来讲，我不是不愿意学这些东西的，一直没有遇到缘分的。我念高中遇到了一门课，三民主义啊。我当时翻到第一页，印象深刻，思想、信仰、力量啊！哇，我对这一部书，高度的兴趣。里面谈怎么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啊，建设国家，在哪些地方建大港口啊？你看，孙中山先生胸怀整个国家呢。所以有这些缘呢，我是想学的。后来考试考完了，又没这个缘。
哦，因为熏习的缘要持续呀、啊。当初大学的时候，确实也是福报不够，也没有人带我去台中联社，就在台中逢甲读书啊。这个不能怪别人，怪自己福报不够了。哦，所以化悲愤为力量就起了个念头有机会要多跟大学生谈传统文化，尤其是他们入学呢那个时间点，后来受邀到大同大学，他们很难得啊。当时候，学生处处长，一位李处长，他很有使命感呢，他就办每一届大学一年级，给他们办7天传统文化的课，我们受邀去演讲了，我们有那个愿，就有感应了。所以诸位老师，真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是真实不虚的。我们不要怕发愿，发愿，老和尚说一念遍虚空法界都会感诸佛菩萨加持，历代祖先呢护佑啊。哦，那跟大家刚刚所谈呢，就是我们当老师的人，对于教孝道的认知高度，对于教《弟子规》这些生活德行规范的重视程度，就会决定了我们教学的效果。我们假如觉得夫孝德之本也，那是孔子说的。教之所由生也，教育一定要从这里开始。我们认知到了，我们会尽一切能力见缝插针去教。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老和尚说的，当老师的最重要的。教学生孝顺父母，当父母的最重要的要教自己的孩子尊重老师，父母老师一配合，他这一生人格里当中的大根大本，孝敬尊师扎下去了，这会让他。立于人生的不败我们从师长老人家的法身舍利来感受一下教孝道的重要。在2017年，这个星马应中原祭祖大典。老和尚有开示，讲到星马印值得我们尊重尤其马来西亚有1300多所华小60几所独中是靠华人自己成就的，他们对祖宗文化很珍惜我走过。欧洲、北美、澳洲，我还没有见过一间华侨。马来西亚1000多间呢，这个不得不让我们对他们肃然起敬
什么事离不开因果啊？哪有偶然的结果嘞？马来西亚这些教育界的先辈，他们高瞻远瞩啊，他们真的，他们那个见地啊，就像老和尚讲的，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呐。你没有文化了，灵魂没了，活着干什么？享乐。就变行尸走肉了。现在外在这个物欲的风气呀、啊，功利享乐很厉害啊。我们不扎他文化的根，孝悌的根呢、啊，怎么可能不随波逐流？几乎不可能幸免了、啊。现在外在的诱惑力，比起我们小时候。那又不知道多少倍了。我们得为孩子往后人生着想所以啊，劝请啊，我们其他华人地方啊，当然，大家到海外发展呢、啊。也确实是不容易啊，但5000年文明啊，一定要传承给下一代所以我们要尽力啊，把华小办成把尽力的把传统文化能留在后代的血液中啊。这是真正的对他们的慈爱了，父慈子孝啊。那师长呢，在这一次的开示当中，有讲到《弟子规》的前4句我们来透过师长的教诲，透过师长的高度，来看看前4句有多重要啊。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呼唤的时候啊，要即刻应答，不能慢吞吞的，不能等了很久啊才应答。那师父讲了，这件事看起来只是琐碎的小事啊，其实对孩子的一生关系重大。要看一个人的基本涵养如何，从他应答别人的第一句啊，就能看得清清楚楚。真的会看人呢，都从这些细节看的。有孝敬心的孩子，父母呼唤时啊，会立即回应。对父母的呼唤是如此，养成了习惯了。这养成习惯是关键哦。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对其他人的呼唤也是一样。那么这个孩子给人的感觉就有恭敬心，认真负责。教也者长善了，救其师啊！这个欲志是教子始作善也，要让他心善了。相反的，如果对于父母的呼唤爱理不理。长大后对其他人的呼唤也会如此啊，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这个人缺乏恭敬心，生性懈怠、散漫。哦，你看父母喊他好啦好啦，那这个孩子的心性就慢慢就退堕了。将来他的前途啊是很有限的。你看这一句影响他一辈子啊。第二，父母命，行勿懒。啊，对于父母交代的事情啊，要认真去做。好，不能推卸或是拖延。啊，能够这么做的人，对于别人交代的事情，同样也会认真对待。不能这么做的人，将来即使是上级交代的事情，同样也会推诿。啊，或是拖延，严重影响自己的工作绩效与前途。大家要知道啊，去工作，他已经是一二十岁、20多岁的人了。到那时候要再来改态度、习惯，好不好改啊？挺难的啦。第三，父母教，须敬听。啊，对于父母的教导，要恭敬聆听。啊，能够这么做的人，对于父母的，啊，对于老师的教导，他对父母养成习惯了，父母教须敬听了，他踏出家门，老师教须敬听了。领导教须敬听了，啊，上级的指正，朋友的劝谏，都会虚心聆听。那他人生有好多贵人了，他没有父母教须敬听了，他这些贵人线都没了，啊，所以能够从中获益呀！不能这么做的人，将来对于其他人的教导，也同样不愿意聆听，于是就会失去提升自己的机会了。听不进人家的劝勉教导啊，那不进则退啊，他只能越来越堕落了。啊，父母责须顺承，对于父母的责备，要虚心接受，不能强词夺理。啊，能够这么做的人，对于其他人的责难，也会心平气和的对待。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能这么做的人，受到了指责，就很容易面红耳赤，啊，不悦的进行，啊，很不高兴的进行辩解，啊，或者顶撞，啊，人际关系就会出现问题，啊，自己的习气毛病啊，没机会得到改善，啊，最终受损的还是自己。那接着师长又讲，啊，其他方面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啊，譬如懂得体谅父母的人，就懂得体谅别人，啊，懂得体谅别人，就会受到别人的重视、尊重，爱亲者不敢恶于人，近亲者不敢慢于人。所以这里，我们想到了冬则温，夏则静，他很体贴别人的。哎，对父母有礼的人，对别人也会有礼。晨则省，昏则定啊，
出必告，反必面呢？那有礼貌的人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受到重用。生活规律、做事有恒心的人，就让父母安心，也会让上级安心。哎，让父母都不能安心了，能让上级安心吗？君子是事亲孝，故忠可依于君嘛。忠诚出于孝子之门呢。所以这一些侍奉父母的态度没有形成呢，他就不会侍奉上级了。那他的事业不可能有太大的发展。有孝心的人，凡事尊重父母，养成向父母汇报的习惯，将来做事也会尊重上级，养成上级汇报的习惯。如此就能获得上级的提点，同时也能避免私心自用。就是自以为是的，而促成大错的情况。哎，我们从师长这些分析啊，就感受这些《弟子规》入则孝的句子，都攸关孩子一生成败了。我们有这个认知程度了，我们就会认真来教了。不能小看入则孝这些句子，孝心开，百善就开了。而且这个都是他做人做事的基本态度。这个之前我们有机会亲近长明法师，那长明法师没出家以前是卢叔叔，对承德有很多教导，其中他就常常提到，这个七个基石，后来礼岳老师又把它整理出来，而且都是依据《弟子规》的经句，而我们这个要了解教育要重复提醒。我们不能期望教一次他就会，除非他是颜回再来的所以这个教字左边两个叉，一个小孩，上行下效右边呢？左边是身教的重点，右边是手拿着小树枝是耳提面命要有耐性所以他日常当中对父母、对老师、对长辈，常常都会用到的这些句子要一直提醒他，他就会养成习惯了。那当然了，我们要能提醒到学生呢，首先我们自己要很熟悉，而且我们是真的这么做的。身教跟言教都是我们自己要带头的。你说言教，言教，我们要发自肺腑讲出来一定是我们自己做的侃侃而谈现身说法，
啊，比方说"父母呼应勿缓"，啊，我们今天要讲解给学生听了，父母命行勿懒，要讲的时候还想，昨天我妈叫我买瓶酱油，我还忘了，这讲的时候都没底气了，是吗？所以教学相长啊，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啊，我得自己问问自己呀，我做得如何了？哦，那这个七个即使好像有发过给大家哦，我看大家没什么反应这个很正常因为要提醒21次才会记住。是我提醒的还不够这个手上有的可以发到群里去呀。我们简单的来过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提的这四句就是及时回应父母了。是摆在第四点，及时回应顺父母意当然，对父母之外呢，可以延伸到对一切人呢。及时回应，你不回应父母着急父母这个担忧了。甚至还忤逆，还顶撞哇，那这个让父母难过好几天呢，这个折他的福报这个因果教育很重要老和尚特别强调因果教育，你一教孩子不敢作恶得的效果比较快你教他伦理道德，他耻于作恶因为耻于作恶你可能要教他半年、一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他的善根发出来了。可是你讲因果教育一讲，他马上产生敬畏心。上次好像跟大家提过了，那个不孝天打雷劈那孩子听一次他就记住了。太上感应篇汇编里面有讲，有个读书人，文章写得不错，怎么考都没考上功名，后来遇到一个高人。他向他请教，这个高人说了：“你小时候曾经很凶的瞪了你父亲一眼，你这个罪业还没有忏掉。”讲这个故事给学生听他印象会很深的。又有另外一个读书人，考功名考不上，也去请教高人，然后人家点他了，说你这个对你的审慎有非礼的行为，他说没有我没有做你的念头，你起了那样的心，所以一念不正即是不带犯也所以这些故事我们都要结合到这个伦理道德里面
让孩子敬畏因果啊。好，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七个即时，这个即时回应顺父母意，前四句在里面了。长乎人及代教，人不在己即道，他就会养成那个有什么情况要随时及时的回应给父母，回应给领导者。他这个态度啊，会让父母、老师、让领导安心啊，事情交给他比较稳妥啊，比较靠谱。所以养成什么信、恭顺、反省之心，因为父母教须敬听嘛，父母责须顺承。你看这经典的每一个字啊，用的都很有意境啊。父母责骂我们，责罚我们，需要顺，恭顺。而且什么沉，不能让父母白教了，白讲了。哦，被父母提醒过了，要记住，不能让父母啊白提醒了，啊，白教导我们了。所以我们引导孩子，都引导孩子福在受见呢。你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啊，听长辈的话，你是有福气的人，少走弯路了，啊，你就汲取教训了，啊，父母都是一心为我们好我们看呢。哎，第一个是及时关怀，养父母身。我们在教导孩子行孝，都可以用古人的这些榜样。他们可能就感受更具体这个24孝啊，确实是很精辟的。它能传几千年呢，有它的道理呀。这些故事啊，看起来都是一个动作，可是呢，那都是至孝的流露。你看，采个桑葚，蔡顺十觞，那么小一个动作，都是在这些很细的事情当中，念念不忘父母。陆居怀举，他才6岁呀，那孩子都贪吃，你看他能，都不是先想自己。这24孝啊，我们得先感动自己啊，再去讲给学生听呢，感动学生哦。好，那尽孝啊，在古人这些榜样，我们就看到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啊，还有养父母之慧呀。我们能这么引导啊，孩子尽孝就不会局限了，他会考虑的、体会的
全面、周详。你从教他孝道啊，也教他去体会事情、考虑事情哦。好，那及时关怀啊，养父母之身，延伸至对一切人。冬则温，夏则静，晨则省，昏则定。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啊，他从这个孝父母可以延伸到叔父啊，伯父啊，这些长辈，甚至是别人的父母啊，别人的兄弟姐妹。那凡是人皆须爱，天同父。地同在啊，因为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啊。那这养成心存孝敬感恩之心呢？这些京剧啊，几乎每天都会在孩子的学校生活当中会出现的，啊，我们都能，借这个发生的事情，马上肯定、赞叹这个孩子，同时其他的同学也相关而善，这个是言教，及时教育。机会教育点，也是一种敬教。你整个班级里，都是出必故反必面的风气。那学生，老师我回来了，老师我出去一下，这就是一种氛围了。包含。这个见人善即思齐，这些每一个京剧都可以变成班级的敬教，班级的风气，那这都要靠老师来带动哦。第二，及时汇报，安父母心，延伸。是对一切人，出必故，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事虽小，勿擅为，他不会自作主张，苟擅为，只道亏，长乎人，即待教，人不在，己即道。这及时汇报情况啊，这个也有责任感了，所以心存沉静体恤之心，第三，及时劝谏啊，养父母慧，延伸至对一切人，亲有过，见使根，怡无色，柔无声，谏不入，悦复谏，豪气随，踏无怨。善相劝，德皆见；过不归，道两亏。心存恭敬成全之心，都是成全父母的心。而且在劝父母过程呢，没有见父母的过，自己做什么事的动机呀，都保持住。见死根是为了父母好改过来，不会去记恨父母。那延伸对一切人呢？那同学之间也要善相劝，德皆见哦。那他有这个态度了，他就不会动不动就去给老师打小报告了。
啊，他有一种责任要去先去提醒同学的。我们看第五啊，刚刚我们讲过的，及时回应，顺父母意。第五是及时参与，满父母愿。一个人在家庭、学校、团体当中，他都会及时主动去参与、去付出啊，这一定是有福的人呢、啊，不自私，主动承担。从哪里培养出来的？《弟子规》里讲：“亲所好，力为具。”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你看这一句，同学们到了学校啊，师兄弟呀，兄道友，弟道恭啊，兄弟睦啊，孝在中了，老师最高兴了。己有能，勿自私。人所能，勿轻之。这个及时参与啊，他就养成责任承担之心了。第六呢，及时请教，长养谦德。尚书讲啊，满招损，谦受益啊。一个小孩在小学期间没有长养出谦德来，后面要再养也不容易呢。所以及时请教的态度，事虽小，勿擅为。心有疑，随札记。救人问，求却意。能亲人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心存谦卑好学之心呢，都是培养他处事正确的心境。第七呀，及时确认，不任己见。这个其实确认没有做到啊，很多事会坏掉啊，很多事都做到一半了，白做了。在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地，勿轻传。是非已，勿轻诺。苟轻诺，进退坐。你也不要马上答应人家，去查一查自己的行事历呀。确认清楚了再答了，不然到时候人家都公布出去了，就麻烦了。事勿忙。忙多错，勿畏难，勿轻略，也不能轻率啊，都要衡量清楚啊。我们在因缘当中啊，度得量力，对外还要审视责任，行事也要看清楚，成不成熟，这不能攀援。这个随缘两个字可不简单了，那是对因缘客观看得清楚，才能随缘，不然攀缘了，这个过了就是攀缘，不然不急了就是不负责任了。好。这个心有疑，随札记，救人问，求确意啊，这也都是及时可以确认。那我们老师假如手上就拿一本小本子，自己学什么，有疑问记下来，或者你答应同学了，
你再拿出一个本子来，写写写。学生一定问老师你在干什么啊？哎，老师已经答应你了，我要把它记下来。哦，这样我才不会忘记。哎，养成这个习惯，就是以身教带动学生呢。哦，叫"凡出言信为先"呢，我讲了，我要记下来，随时我可以再确认、再提醒我自己，不然呢，忘了就失信于你了。好，哦，所以心存认真求是之心，实事求是啊，认真的态度。所以这个七个基石啊，当然啊，佛门说七是吉祥的数字啊，是圆满的意思。人养成一个及时的态度了，他可能就懂得及时去沟通了。他这个积极主动的态度啊，就会出来了。好。啊，我们透过前面提的啊，让大家多体会啊，教入则孝的重要啊。你包含林则徐先生实无异啊。这些都是抓到人生的大根大本，你忽略了就麻烦了，就努力呀，会有反效果都说不定了。所以不孝父母啊，奉神无益了。兄弟不和。交友无益了，这些句子都很重要啊。好，我们进入入则孝啊。谈到孝啊，我们刚刚说因果教育很重要啊。因果教育当中有一本书啊。啊，李炳南老师很重视，老和尚也提过。哦，好像现在好像是华藏有出书啊，有选了一些阅微草堂笔记出来，啊，还把它注解了，因为都是文言文的。那其中呢？有一则啊，叫孝女退了这个狐仙在沧州啊，沧州是在河北有一个读书人叫刘士玉，他应该是那个地方的举人他们家的。一个书，这个房间呢，住进狐仙呢。那狐仙呢，有人走进来呢，拿东西丢啊，很危险的，而且呢，根本看不到他的形体呀。那这个读书人就很困扰了，这个刘士玉。结果附近啊有个官员呢。叫董师任，他一听到这件事他自告奋勇了他就到了这个刘士玉家来了，说我来劝这个狐仙他就
进去这个房间，啊，开始小以大意啊，啊，人跟妖啊不同道啊，就劝这个狐仙呢，啊，劝了没多久啊，这个狐仙就说了，说我这个没拿东西丢你但是啊，你也别在这里再给我讲道理了。你呢？人家说你是好官呢，其实你是好名然后呢，你不贪污啊，其实不是你廉洁，是你怕会有祸患的。所以你赶快走吧，我不想让你难堪呢。这个官员回去郁闷好几天。不过这个狐仙可能有点他心痛吧，看到他的情况了，他自己也讲不下话了，就回去了。结果后来啊，有人跟这个狐狸啊讲话的时候啊，就讲到了。这个刘家呢，有一个女仆啊，很孝顺呐。鬼神看到她，都要让路啊，要避开啊。我们就更不敢轻慢她这个狐仙讲了这段话，后来这个。这个举人呢，刘氏玉啊，就派了那个女仆啊，住进那个房间里面去，结果一住进去啊，那狐仙就不见了。你看这孝悌之志啊，通于神明啊，这些其他空间呢，都尊重了。我当时看到《阅微草堂笔记》这个故事啊，承德就联想到我们《春学旧语》有一个故事啊，我们复习一下，因为《春学旧语》才讲一遍啊，还没有21遍我们复习一下。这个刘宏典先生呢，讲到了。当老师啊，不可以离馆啊，不可以离教书的教室啊，这样就没有尽到责任了。所以他这里就讲了，他曾经看过记载，有一个僧人呢，尝了很好的酒啊。可能他年纪大了那个血液循环没有这么好了，这是可以开源的啊。70岁以上有很多开源的有一只狐仙呢，给他偷喝，喝醉了，这睡在那个这个酒瓶旁边的结果这个僧人呢，就把他用绳子绑起来了，这个狐仙醒过来了，就对这个僧人说了："你绑我干啥啦？我又不怕绑，我怕的只是某一个丛林的大和尚，还有某一个村里面那个老学究。除这两个人之外，我谁都不怕。"你绑我干啥？这个狐仙口气也蛮大的。这个僧人呢，就拿杖要打他了。一瞬间呢，他就不见了。他也有功夫的。那他提的这个大和尚啊，这个僧人是知道的，认识的。然后这个僧人就亲自到了这个村去拜访这个老学究，
一看年纪很大了，家里呀、啊，一看也是很贫穷啊。啊，在他的草庐中啊，见到几个小孩呀、啊，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啊，这个出家人呢，就请教啊。这个僧人呢，啊，不，请教这个老学究了，啊，因为这个狐仙很肯定他，啊，当然这个老学究也很谦虚啊，人家都这么问了啊，他说可能呢，我所藏的没有其他的，啊，生平教人子弟呀，尽心尽力。啊，从未旷一日功课啊，每一天都尽心尽力教，啊，没有懈怠的了。哇，这个僧人一听完，对他肃然起敬了。好，哎，接着刘洪典先生分析的就很重要了。尽心尽力教蒙童啊，亦自平自常之事啊。很平常的事，而善德所积呀、啊，他每天认真教所积的善德，虽妖狐尚且未知啊。这个狐仙对他非常敬重，可见呢，寒士训客之功，就是贫寒的读书人教学生呢、啊，这样的功德啊。足以通天地，而动鬼神矣接着，刘先生说到了，我观察，私下观察这些教私塾的老师，有旷管课。而出外讲善言者，你没尽本分，出去给人家讲善言，这是好名啊！你没有敦敦敬分呐、啊。好，有停管课而助人行善事者，这个都不妥了。方且自命为善人。方且自诩为善德啊，这个认知不对了。我真的遇过啊，遇过一个教育局长跟我说啊，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啊，常常不在园里啊，跑到他当地的千年古寺做义工，说到这里做才有功德啊，不能怪他。应该怪我没有给他介绍春学旧语，没有这一段他听了他就不会这样了，啊，所以介绍这本书还是很重要。不知尽心以教人子弟呀、啊，便是莫大之功啊；昧心以误人子弟呀、啊，便是莫大之罪啊。独奈何舍其田而云人之田也？这是教学的人自己最重要的田呐、啊，自己最重要的福田，不跟跑去跟人家的田呢、啊？这里又提了一个，有终日在馆，只图自己用功考功名啊，而置子弟于不问呢、啊？这他的过失啊，跟李纨的一样啊，都没尽到责任。好，盖我既训蒙啊，我既然已经从事这个教学工作了，则十分精神要用七分在学生身上。所以训蒙之处差不一言呢、啊，苟能以。
胡谓之老学究为法？啊，就效法这个老学究讲的，尽心尽力啊，为况一日功课啊。好，下面这句话很有味道，则见循行鼠目之功。哎，我们带着孩子读经，护念他不要偷懒，就这么平常的事啊，止与悟道参禅并重。哇，这句话我们去体会体会，静心教跟悟道参禅并重。啊，承德就想到老和尚说的：“念佛，念金心呢，心上真有佛啊。”所以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教孩子是念佛，因为用真心啊，佛就是真心啊。所以用真心教孩子，止与悟道参禅并重啊，平等哦。所以生而有益于人情啊，莫必为神于天上啊，有不垂得垂后裔，而世代沾阴也哉。这个话就是说，这样的老学究，他的后代一定人才辈出，一定会考上功名，因为他积的阴德太厚了，所以这个《春学旧语》里面有另外一个故事啊，你看，有一次考上功名了，报名字了，皇帝旁边那个大臣。一念哦，他弟弟他下来谢主隆恩啊，后来念念念，又念到他侄子，他又下来谢主隆恩，皇帝就笑了，哎，结果有一个大臣就说了，这是他爷爷啊，这啊，他父亲啊，他父亲是私塾老师积的阴德啊。哦，所以我们教书的人要知道，孔子是我们的鼻祖啊。孔子认真教书啊，他的后代2500多年不衰啊。哦，尤其我们在文化传承危急存亡之际呀，来尽心尽力教传统文化，这个功德太大了啊！老和尚说，5000年来第一等好事。因为5000年来没有碰到这样的危机呀，刚好被我们碰上我们掌握这个机缘，成就自己，啊，利益后代子孙，成就学子，那我们，这一生就没白来就很圆满了。往生极乐世界，四恩总报了。好，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